被绚烂的花火，所有人都目睹了，心却缅怀着从前没有发现而出的那个我。这些空间明着我也会去清澈，清澈原始的我不被人好的我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